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君宏台长。我是1983年属猪的，接着医生说我之前是未来晚期，只剩下3到6个月的寿命，现在已经稳定了。你念经了？对，念经了，当然稳定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83年属猪。啊，你的胃下垂。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至今在胃靠小肠这个地方还有这么长的一段是有点烂的，不好的。所以你吃东西开始吃下去它舒服，到了肚子这里就开始顶住了，明白了吗？哎呀，上辈子是个男人呐，你脾气倔得不得了啊！啊，还是风流才子呢。要当心啊，你的腰也不好啊，啊。还有啊，你的右手啊，从这里颈椎一根筋啊，右手啊，经常这里有抽啊，听得懂吗？右面。而且早上睡觉起来这个地方会有点发麻，还有你的心脏有点毛病，你经常胸闷气急啊，你稍微累一点点你的心脏就跳得很厉害，而且的胸有点闷。你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刚刚还看到你的图腾，你有一段时间非常忧郁。好好的念心经，每天念29遍。我现在49遍。49遍很好。大悲咒呢？礼佛呢？3到5遍。啊，你不念经的话，你们真的3到6个月死掉了呀！这菩萨已经在救你了。啊，你有个护法神在保护你呢。你这个人帮助过两个人，啊，你帮助过两个人，功德蛮大的。你用自己的，有一个人是帮助他钱财，有个人好像是帮助他一个位置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帮过两个人，这已经也是有点功德的。你家里好像还供菩萨的。你这个人也是伤在感情上的。你现在每天要保持这个肠胃啊要干净，少吃油。全素。啊，吃全素也要少吃油，要走路，好吧？啊，关节也不是太好，腰椎后面坐的时间长，腰椎就痛。鼓掌。还有，记性很差，掉头发。里边一颗牙也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告诉你了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是一个很傻的孩子，你在感情上被人家经常骗你，傻的，人家男人一说什么什么好的，哎呦，你就相信人家了，傻的不得了。其实你的家族里边，我因为看你这个图腾，你的家族也是不错的。所以你这个孩子应该在年轻的时候，这个是风华正茂，非常的有一段非常黄金时段，你就是没有好好的珍惜。所以你现在学佛了，还好学佛了，学多少时间了？3月份开始。3月份啊，你看这么短时间，菩萨就救你了。你们的家族真的很好。有积善德，就是祖宗上面有人做官，或者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人祖上当中。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猪是吧？说。对，1983年。啊，有，有小孩子，你应该有掉过孩子。对。鼓掌。赶快把它念掉啊！
赶快念掉，要49章，还要49章。我许愿1000张小房子，这个是。你许愿1000张又不是为小孩许的了，为自己身体呀、啊。小孩子跟这个两个概念呐、啊，明白了吧？啊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穆桂英碰上杨宗保。听得懂吗？嗯，很厉害，这女孩子，我看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嗯，像明星一样。很漂亮，很多人追她、嗯、欠人家情了上辈子，所以她会被两个男的伤得很重。大家明白了吗？好好的振作起来，好好念经学佛，你的脑部要经常拿个墨梳梳头啊，梳30下，要念大悲咒，大悲咒的时候可以把两个手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搓搓了之后，慢慢的自己理头，你的脑部神经有点受伤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脑神经受伤，睡眠不好，哎，晚上经常做梦。对对对。嗯、你知道了。那个化疗现在还在进行中，但是还没有结束，台上看一下是不是还要做，继续进行。再做3次，差不多了。跟医生说现在很稳定了，可以吃点药了，好吧，肠胃上面还有一点点、用不着，不可能全部弄掉的，你就是要许，你现在许全素了吗？一定要吃全素，好吧，锻炼吃全素，多吃流质，好吧，不能再弄了，再弄你的肠胃会完全坏掉，你现在功能丧失了，你现在做化疗之后你的肠胃塌糊涂，明白吗？你知道吗？如果做化疗放疗是什么吗？是拿大炮打苍蝇的，就是这样，会把你好的细胞全弄死的，医生都会告诉你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现在还要保护好你的胃，你的胃黏膜非常差，所以你吃什么东西，啪，下次反过来就会反到嘴巴、喉咙里来。鼓掌。其他没有什么，多背晒晒太阳，阴气太重。你几岁啊，现在？33岁。但是本来要死的呀，菩萨已经救你了。你许个大愿吧。许过。许过是吧？应该可以过。他的前世很好。他除了感情，上辈子前世是欠人家感情之外。他前世其他都很好，所以他这辈子除了感情一定要还很多男人之外，他会很受痛苦。他其他的都很顺利，他的家族啊，他自己的事业、生意以后都会很好。这个人很厉害，钱也有，所以可以放生，多放生。你看了吗？放4万就好了，好吧？放这么小的？没有，收藏的，你们就可以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放，你还要放，你放25000条。还、没什么问题。你们家大的蛮大的，小的，就是那个房顶很低。对对对。房顶很低。你菩萨像，你的佛像啊，要再提高啊。佛像太低了。你开玩笑，不好，不尊敬。因为你这样放在菩萨佛位太低的话。是日本一种传统式的方法，你要把它放得高，你至少你眼睛啊站起来之后看见观世音菩萨在你这里，要放这么高，你不能放在下面，对着菩萨下面就不尊敬，明白吗？供亡人放在下面，供上面，供菩萨不要高过你的头，平时还要高一点，好吧？还有那个杯子啊，上面最好不要有字，你现在好像有花纹了。像小樱花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没什么问题啊，乖一点啊，好好做人啊，上辈子你看感情欠了，这辈子
害你多少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其他都会很顺利的，就是感情还有个恨，因为你感情出问题之后你恨了，你忧郁了，所以你的身体就急剧下降，所以人不能恨，不能生气不好，不能忧郁，明白了吗？你如果早知道人的命一定会还的，你就不会今天这样了。所以你看最后恨人家伤的是自己啊，明白？你这个病为什么这个很多歌曲叫肝肠寸断呢？一个人生气了难过了，肝肠就出毛病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好啦。